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和大家说一下这条母藏獒。这条母藏獒叫青海，现在已经发情了，正在配种。在网络当中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就会说藏獒他们打不过这个比特，也打不过其他外蒙。其实说这样的话的人，他们对这个严种藏獒他们是不了解的。视频当中的这条母藏獒，我和大家这样说吧，打比特是再轻松不过的，只是平台里面他们不允许发一种血腥的一个视频，所以关于他打斗的一些视频不能发出来啊。一般来说像他咬比特或者是咬其他狗，那太轻松了，他的凶猛劲儿和他刚毅的性格是大家所没有看到的，因为平台里面还是有规则，过于血腥的这个视频是不允许发上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老铁对严种藏獒他们根本就是不了解的，他们也不知道真正的纯种藏獒那种性格，那种刚毅，那种顽强的精神是大家没有看到过的。而视频当中的这条母藏獒就正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，打死不服输的一种精神。